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帅。今天我们来玩看那个 RC 狂徒这台遥控车，拿去尝试炸一个玩家看看。那我先把它叫出来。这个战局很多人都开战斗机，所以我大概只能炸一个正在步行的敌人吧。OK，我看队长啊，我人在哪里呀？人已经不在这里了。好吧，那看一下谁要被炸的。随便挑一个好了。这台车我已经把它改满了，所以它在速度上会比较快一点。这波是的，感觉好像有点那个，可能是因为公开战局的关系。可以放三颗地雷，但是无法装个具有爆炸性。他顶多只能自爆而已，他那下面都有黏黏弹的。哇，现在不知道玩家能不能看得到我这个遥控车的位置。主要因为他体型小，所以其实比较难以追踪吧。这里有点那个，可能玩家就不太多，因为他们正在战斗，两台暴击那边互战。是否能够潜过去不会发现？不过这个遥控车在地图上其实会显示的还蛮大台的。到了，全部炸死一个，不然这么多人有点难度很高。看到我的位置，因为山坡上直接要不能掉下来。他的战斗机，山坡上也不好跑的，那一叠背很难看得到我。哦，炸到一个！哇哦！一级杀！我刚走过去，他再来说这么大台，他应该会看到我的存在。因为我还没测试过，就是能不能看到，只能改天就是问朋友说，你可以看到我的那个遥控车的位置吗？不过如果真的看不到的话，这个炸只想偷偷暗杀别人是非常有效的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先到这边吧。